老婆，熟了。哇，这么一锅啊！吃个八爪鱼，我来吃个虾。老妈，先别吃了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大姐，200块钱呢？200块钱能吃完啊？200块钱不就那么几包吗？拒绝浪费，从你我做起。在咱们家，一张都用不了，就能买一大箱子。咱们家还得找你零呢。老婆，别吃了，给大家好介绍一下。好嘞，好嘞，大姐，在我们海边啊，海鲜啊都是白菜价。来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这个是我们家的鱿鱼脖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啊400克的啊。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每包200克的。两包花甲肉，再来两包深海章鱼须，每包半斤装。两包的这个蛏王肉，今天啊在小妹家下单哥姐，每人再给你送上2只黄金澳鲍，满满一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2.9，还给你包邮哦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